Hi everyone, my name is Matthew Malatius and I work for InTouch Manufacturing Services. Today, we're inside a Chinese factory. Here they make packaging. Today we're going to be asking Chinese workers what they really do here, like not just making packaging, but what they do in this area, what they do in this region, what brought them here. We're going to be asking them some basic questions. We're going to find out what their life is like and really get into the mind of a Chinese factory worker. And I'm accompanied today by my coworker, Vicky Yu. Hello everyone, this is Vicky. I'm a client manager at InTouch Manufacturing. Some of my clients, they are doing business with Chinese factories, but never been to a factory. And we're here to bring you a closer view of how factory looks like, how the workers here are doing, and what you can expect from a factory. You在这里上班多少个时间？ 四年了，第五年了，今年。哦，真的。嗯，还好，还好。那你觉得这里的生活比你的家乡的怎么样？有什么不同？这里肯定比家里要好好多了。毕竟广东嘛是比内地肯定好多了嘛，不管是各方面条件呢，比内地好多了。嗯，是生活啊，就是工作这些。 文化娱乐都好多了，喜欢玩是吧？对对对，我还好奇，你过年的时候你做什么？你回家还是你待在这里？你做什么？我知道，那一年呢，像我们回家一年可能都要回个三次，三到四次，肯定要回家看看嘛，经常是吧？嗯，像什么重大的节日了。 像什么有时那个清明啊、国庆啊、春节啊，这些基本上都要回去。那你觉得你是搬到这边来比较好，还是在深圳比较好？其实，在深圳呢，各有各的好处吧。在深圳就是好玩一点，除了好玩呢，在这里可以。 在这里可以存到点钱呢，对对对对对，在深圳就是好，就是玩玩什么都没有，可能在外面工作两年什么都没有。那就是说，就是你们生产出来这些胶带啊、包装材料什么的，你知道是哪些人在用它们吗？你问哪个厂用我都知道啊，因为出货就我一个人搞定嘛，现在。 我以前在石龙那日本那个厂，我手下十二个人，就是出货了，也是我一个人在跟，就分的人，分你跟哪几个客户，你跟哪个。我以前在石龙那日本厂一边出货一天差不多200种产品，在这里一般最多20种嘛，一天的话，对，最多500种一天。那你就是这些东西做出来之后哈，你知道他们就是谁用吗？就发到哪里，谁在用这些包材？ 你都知道，这我肯定很清楚。这些，因为他很多事情呢都要问我的嘛。嗯，像那些用料或者是用什么料啊、配方啊，或者是还有说这些像我们做的是胶带哈，就是说一个袋子或者多重啊，或者是怎么样，很多东西很多细节问题，所以说我都知道挖到哪里，我知道。嗯，我还跟他。 跟他们送过几次货，一起玩嘛，比较自由嘛。这里因为比较不像生产线工作那么繁忙啊，或者是那么紧呢、啊，是吧？那么紧着，对对对，比较轻松自由一点。嗯。是，那你就是挣的钱继续什么的，是主要是寄回家呢，还是说自己在这边攒着，准备在这买房啊之类的？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差不多就是这样，对，一部分寄回家，一部分自己。对对，一部分要寄回家，赡养一下老人，对吧？还有一些开销，然后这边的话也自己攒一点喽，看能不能有机会，还是可以买个房子，但是很难。哎，那就像说你一个人在这边生活，可能开销不是特别大，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有积蓄什么都是寄往家里，还是说在这边攒着，准备在这买房啥的？因为我在家里修了房子。 我老婆在家里管2个小孩，她没上班，对，农村的嘛，就一个人赚钱，就是过过日子。
想买房谈不上，只是过过日子。对，很好。就是那你说以后是准备就是回老家，就是回老家自己做呢，还是说继续在这边继续生活工作？看这样的话，如果老板好的话，就再帮他做几年，工资有点涨，继续做；如果做不好的话呢，打算到家里去买一个吃，自己去搞，做一点别的小生意。这打工也不是天长地久，主要是看老板这边好的话，继续挖沉，就这样的。是不是就是我感觉我刚刚问就是聊过的，就是大家都在这工作很多年了，就是是不是就是整个厂里的环境啊，不论是工资啊、住啊、吃什么的，会跟之前比会是不是好一点，还是怎样？你觉得？差不多吧，跟之前也主要这边大家都是我们老家的人，这个厂基本上都是一些亲戚在旁边嘛，所以我们都在这里很久，这主要原因。好，明白了。对，那就是说跟之前工作的地方比的话，你觉得这个厂就是哪些比较吸引，哪些比较好的地方？这个厂就比较人性化一点了，对，没有那么的挑剔严格，是吧？这边比较人性化一点，自由一点。对，就是那就是您在这待了五年了哈，就是你觉得就是厂里在就是过去的五年有没有哪些地方有提升，就是哪些地方有变好了，这样子，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五年我们还是有一点进步，厂里设备也增加了好几台，对啊，人员也还比较稳定，订单这几年也比较稳定吧，没有下滑就是很不错了。对。那你就是根据你的经验，你觉得厂里的前景怎么样，未来怎么样？我们觉得我们厂还是比较稳定，难，可能以后会好一点咯，但也要看机会吧。对，那主要取决于这方面。会不会说单多的时候要加下班，然后加班会另外算嘛？另外算啊，那很好。和国家法都差不多嘛，对，基本上国家按国家规定办嘛。那也挺好的。那比如说逢年过节啊什么的，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厂里会有额外的，就是福利啊、关照啊？有啊，福利啊，到过年呢，每一个月双薪工资嘛。哇！哎，真好，这个厂。这个厂是吧？就觉得这也挺好的。哎，福利是好。来回老板还给路费。哦，路费也给他们给。那就是说过年也不找别的工作了，一定回来这个厂，是吧？哎，那还挺好。习惯了就是一样。那你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别的厂，比如说什么日式的厂啊，或美式的厂、美国的厂里面有没有工作过？就是之前没有，还是说一直就是在国内的厂工作？对，我在以前那个厂是台湾厂。以前是台湾厂。啊，对。台湾人他学日本人的嘛，他那个等级很有点严，上下级之间很明显。对，如果呢你上面台湾经理啊，或者说他会比较严厉。对，我们大陆人比较随和一点，就是在这里感觉会比较大家之间的感觉比较亲近一点。对，主要是这样。那你是觉得就是说在这个厂跟之前那个厂比哈，就是说有哪些不同啊，哪一些好的、不好的，这样子，就是整个感觉，毕竟来这三四年了嘛。感觉的话呢，小厂呢就比较自由一点点，还可以，各方面还可以。我以前在石龙那个厂呢，它是日本人管理，是本地人开的厂，那厂就比较严，这每天都有早会啊、周会、夜会啊，就。日本厂管理比较严，这种小厂就比较松。对，就是中国人开的厂，然后又是小厂，就是整个时间都比较轻松自由一点哈。